下次。幸好爸爸不贵气和才气加身，否则这种杀气一般人可承受不了。爸爸，你说这几包我有个东西来过车上。草木飞人万象飞万物成龙这次的破。团子，干嘛呢？没什么，爸爸，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回家。找到了，就是你了。这可是康熙年间的古董。是古董没错，但它是陪葬品，具有太多阴气，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。咦？怎么了？这种花瓶一般都是成对出现，这里怎么只有一个？草木飞龙万象飞，万物从容皆是的破。郭家家的伎俩，我竟然会信一个小女孩手里，真可惜。公告成。喂，季总，老爷子醒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简直就是一拳奇迹。看吧，爸爸，我可是用真本事的。到底什么目的？要说目的，就是我想让你当我的爸爸。第一，我不是你爸爸；第二，你亲生父母呢？我是孤儿，是师傅们捡了我，把我养这么大。那你师傅呢？师傅说了，我命格特殊，只有待在你身边才能好。这什么师傅呀？对他也太差了，穿这么破。我得让助理去查一下这个小家伙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今天就住这儿了。谁是你爸爸？爸爸，不好了，太有危险，我们快跑！老四，我看你这次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活过来。姐，爸，爹，爹。都别动！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这个。哎，不是，这哪来的小乞丐呀？那么贵重的花瓶，天坏了赔得起吗？你再凶我一下，我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入我的洞前。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吗？以后有人要看到我爷爷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爸爸，有人想用不轨之术害死太爷爷。爸爸，简斌，你竟然有孩子！简斌，这是你的主，看他一副小乞丐的样子，该不是你哪天喝醉了，把路边的女乞丐给……嘴巴臭，不倒霉！小兔崽子，找死是吧？为了个小野种，你敢动弟弟？景恒，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，他敢动我，我不活了。逆子，他可是你母亲。继母，找我母亲的意思？你个天煞过心，你赶紧滚出我家！什么？之前克死了你亲妈，你还不够，现在还想克死我爸，克死我爸，克死爷爷，也不知道你妈如果还在，她会不会后悔生下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赶紧带着你这小乞丐一起死外边啊！儿
儿子。骂你个！糟了，爸爸生暗杀机又起来了。点击下方观看全集。